20炮的好处了，因为这20炮装填很快，你知道？对啊。所以呢，你每一门炮过热，不是每一门炮时间都不一样，它一门一门过热。只开二零炮。而且前面那个三七炮，到底掉我给 AI 开的时候，完全没看见它停过。过热这种东西不存在啊。嗯。只是那几根鱼雷很神奇啊。可以。干，我要被亨克一炸了。你好。我在反攻他哦。有吧？又可以被 Boris X 打到吗？不是哦。看旁边有鱼雷体，没看到哦。看我的天哪、啊，这个二零炮的那个好特色。那跟二零炮、斯瓦克机炮，我就跟你说了吧，它就是比热色还要再那个一点。有啦，哎、欸。All right.